预防火灾发生，事前的防范宣导一定要做。另外，增设火灾警报器，更加是降低灾害发生的利器。彰化县消防局是特别来举办这个创意宣导晚会，由彰化县内八个义消防火宣导分队以创意酷帅舞蹈，加上话剧演出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甲家属使用的安全方式。今日小晚会用趣味的角色扮演来开场，台顶台下金瓜立舞，参力气氛。在热闹的气氛当中，消防署长是特别来颁发感谢状和县内的善心人士和企业，感谢因拢总捐助超过20000个自提用火灾警报器。很多的火灾里面，如果说我们对一氧化碳的中毒多一点小心，对瓦斯的使用安全多一点小心，如果说我们住家里面不管是灭火设备或者是能够提早察觉火灾警戒的火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如果能够装设的话，其实对火灾的减少、人命伤亡的减少，绝对有很大的帮助。消防局指出，预防火灾发生，事先的预防宣导也真重要。真感谢有这么多拍火兄弟，除了救灾以外，也积极加入防灾的宣导工作。我们都知道那个防灾从宽那个救灾从严我们大家一起一下那我们防灾做得好。那做防灾做一分那我们救灾那个辛苦就少一分那防救灾做得不好，那民众生命财产就没完了。事实上，这场热闹的消防晚会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彰化县内八个义消防火宣导分队各自准备精彩表演，透过创意酷帅舞蹈加上画剧的方式，来做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和家属使用安全的宣导。多张新闻，张世良、包新采访报道。